Hello. OK，好，来，我们回来看这个，那、呃、总多少啊？来，等一下，我们要看，我们要做第七课的这个，来点一下的啊。来，我们看一看这个酸 AC，AC。大家不特不 good，我们就看，可不如看版纳度哪吒，有去过吗？在版纳度哪吒呢？放大一下啊。也也、uh 欸，地 e 看，hasil perkembangan ekonomi dasa，哎，melalui。 uh, dasar ekonomi baru atau dasar pembangunan nasional DPM. Okay, akan berdasarkan peta dan pengetahuan sejarah anda, jelaskan latar belakang penubuhan bandar Tun Razak tersebut. Ayo ni, jelasi the penubuhan bandar Tun Razak. Okey, mai kan saya ada answer ha, 第二題的. Hmm. 一下子哈，为什么他答案是这样的？啊，在这边。OK，p e r k e b a n g a n ekonomik melalui DB。

因为有这个 e c o n o m i 就是讲的是半导体就是半导体就是这啊这些那啊。然后呃，那么阿萨尔么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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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个城市之前呢。么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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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它是一个 felda 来的，哎，当时他们开拓的一个土地啦，然后慢慢的演变成这一个城市。p e r u b a h a mula d a projek s e i t a r jangka o l e felda 啊，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你可以用的那个意思啦。哎，这一个 banda tu a n t i 是一个 b a h a projek s e i t a r di 啊 usaha o l e f e l d a s e r a di antara tiga daerah, e m e l o d Maran dan j e r a n t u t

然后，还有些不善啊，就是北北 i n d u s t r i a 呐，诶，k 不拉 p e r a s i 的，卡瓦这些这些就种多种多基浪啦，你们这个你们可以写上去。说、嗯、他、这个、是问你这个班达多纳在怎么样形成的。 曼达突然在升高，在呃，你们的课本里面有这个，你看它是一个 under project 设计的一个升高。under，啊、uh,，就是在这三个大 era 之间的，这三个大 era 之间，就是德玛洛马兰跟杰兰顿之间的一个一个地方个地点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图片里面那个曼达突兰萨了。 以前它叫做圣地的一个景点，这边呢，也按照三个城市在附近。哎、okay,，这是其中一个班大，有还有很多很多的班达。可是我们我们在我们的史家二，我们是读这个班达读哪一张啊？这个班达，也就是这个是它的科三，科三来班的。 DASA, DEB, dan DPN eh, tawarkan pembang, pembangunan wilayah, okay, B. berikut menunjuk kepada sumbangan DEB DPN dari segi aspek ekonomi, ok,在经济 okay, 上的 sumbangan okay, 我们有, uh social 啊、uh, economic 啊、uh,，这两个 e x p e c t e x p e c t 所 o、so, 在这个 e x p e c t economic 的扩散啊，它的扩散就是有这些不 industrial 不 technology 定义的啊出现，在重企业的工业出现，然后还有一些啊工业区的发展。所、so, 以现在呢，还要你解释这个 D E B 跟 D B N 怎样导致到有这两个的出现。 这个啊、uh,，industry，等于说定义跟高山不 industry 的出现怎么样？怎样？它怎样？它的贡献是怎样？它做了什么事情？导致到有这两个出现？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就是 under D P N，还有这个啊、uh, D E B 呢？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使使用这些 gender modern 了啦。哎，gender modern，然后 gender modern 在蒙古 n 蒙古 u n a g e n d e r modern 的时候，我们不不干。我们我们 购买先来定义。但可某某某那个模型不是在这边哦，他的答案只是讲他怎样带动去到这两个啊啊，我们等二级定义本家选定义跟这个高三本家选，就是因为我们开始用 g e n e r model，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这必须要一些高科技的这课、个、这个技能去使用这个 g e n e r model，然后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去买这些 g e n e r model。 然后，agency among 去啊，我们, ag ency, guardian,、哎管, uh, 我们讲管理了，跟大家我们叫管理管理这些啊，uh, 我们叫 heavy industry，就是重企业的这个啊、uh, 运作在马来西亚，也就是 HiCom，they have the heavy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m a l a y i a 叫 Hi HiCom。 负责去管理这些 industry 技术定义，所以带动了这个 industry 技定义的发展咯。然后 project 也拉上来干，就多所以有很多一些 project project 啦，像是这个中企业的工工厂啊，像做大船啦、啊，哎，m e r 和奴隶啦，哎，做铁的啦，钢铁啊这些，哎，还有这个逻辑 gas 是啥 啊，还有机厂、本鼻、pectorium，在柯泰卢东、Protection 这些这个地方，还有 satellite 也是有，嗯，satellite communication，这一些全部我们我们 categorize as industry technology 领域，高科技的工业，哎，因为有这个 high o 带动了这一些 pro project project，然后还有什么，embukaan g a w a s a n berindustrian baru。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有开发很多的这个啊、呃、工业区，因为我们要我们要建工厂嘛，否则应该去定义嘛，所以我们分布高山，不 i n d u s t r i a OK，然后这些高三啊，不应该 d u s 啊，他不是想随随便便他就建在那边哦，那个地方好，我就建那边，不是的，因为这些高三不应该 d u s 都是靠近这些 s u 把他们打。 哎，就是我们的原料，原有原料的地方靠近我们原料的地方，哎，所以要得到这原料也方便。OK，然后还有一些 infrastructure，样 n 样、哎，样，Kemudahan asas，哎，就是讲一些，Kemudahan asas，就是 infrastructure 啦，基本设施，然后就像道路啊，还有一些啊，k e m u d a a n asas，你知道吗？电啊这些一定要有的，还有是 pekalan b u 啊，在这个高山上 p i n d s i a n OK，然后还有一个 estate per industryan，是被建，呃，啊，被、这、建、个啊，建，建、呃，建，建，建、这个啊，建、啊，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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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字啊，它就是一个高山本 industrial 的，我们称它叫 estab 不 industrial，它是一个板大洋的软件啦。然后这它是一个板大染浆啊，我们可以写上去，看它是板大染浆。然后为什么是板大染浆？因为它不单单有这个嗯朗 k i 高山不啊不 k i 安，或者把高山不 industrial，它有啊，pusat p e 哎，包括有 p 是 s a t p 然后它有啊，巴、uh, 鲁马汉没屋子，然后它有啊、uh, 菩萨两个屋子，还有菩萨的家系，还有一个就是啊、uh, 菩萨啊就是北大轩呢。 啊，这个哦，呃，我有一个 example 就是在很多马，没有去过马六甲吗？马六甲 Igrow，就是 after 你你经过那个马六甲岛之后，你会经过一个 banda，那叫 Igrow，OK，、okay? 这个是一个 banda，我们讲 e s t e p a n d i a 区 a 啦，它是一个 banda 转向，在那边呢，它是周围有有工业区，诶，一个一个 part 它是工业区来的，然后它对面附近那边是一个住宅区，很多人住的地方，然后在那边有这些啊、呃，菩萨本娘港案，有些店面啊。 然后在附近呢，有一些菩萨菩萨 r e g e s c 可能像是一些啊，还有一个大曼谷大 regency，啊每个胡大 regency，对不对？啊，菩萨 r e g e s c y 这些，以、so, 他们是啊规划性的去发展这个高山本 industrial，哎、okay?，我的这个 PKN，哎，不过说啊，比较不过说，不帮我们未来啊，还有比较少少，哎，提高哎，被帮工卡，作为版纳所然长。 所以你们在计，他们在计划这个城市之前呢、哦，把它变成高山本应加轩，他们也要做些啊规划啦。啊，我们称它叫 s t e p 本应加轩，还叫做万达广场。然像。然后大曼 technology 本应加轩，另外一个呢，其中一个是 s t e p 啊本应加轩，第二个就是这个啦。没错啊，大曼 technology 本应加轩这个。哎，还是什么呢？

一、二、三，这三个都是高三不应该算白入啊。按照这个 DEB 跟 DPM，我们所计划的啦。说高三不，当刚也比比不二三就该说 under 这边有什么，你可以呃、uh, 有这个呃、uh, 免税啊。如果你在这个 zone 不应该算北巴这边，你是开设你的工厂哈。 o k o y 所以你可以 the de part h、uh, e de part 取 t t 较划算的优啊，到者作为一些 incentive，然后有一些 incentive，incentive，或者是免税，这个免税可能就有一些税务的折扣啦。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有这个 zone，本加香北巴是为了要吸引更多的马拉啊，布拉波啊，去马拉波在这个 zone，本加香北巴斯内，哎、okay,，然后来促进这个，来不是马上马上促进，马上我们要刺激当地的这个经济。 OK，如果那个地那个地方哦，和你要发展它是不是？你要发展那个地方，迅速的它变成一个啊、呃、城市也好，你要怎样呢？你一定要吸引很多人在那边建设工厂、开拓工厂，然后开拓这些菩萨本、本尼雅安布鲁马汉嘛，所以就需要很多的投资者哦。你投资过去，然后有这些工厂，然后就有就业机会，就很多人就会过去。 啊，然后经济活动也就开始活跃起来，还会磨燃磨燃上那边的 economy，带动了那边的经济发展。然后怎样带动经济发展？就是我们要设下一些计划。啦。怎样？怎样吸引这些人过来呢？我们开设这个 zone，本应该算没 a s 在这个地方，很多投资者就会来投资这里。很好吗？我可以扣税务吗？我不需要给这么多的税务啊！我在你这在,在这个地区做工，啊，开设我的工厂，不需要那么多的啊，它的 cost。 不那么高，它的就价也不会那么的高，就是我们讲 win-win win situation 啊，政府也得到好处，商家也得到好处，人民也会得到好处，那个地方也会发展起来，变成啊高、呃、山不可邦啊，它变成一个高山布应该它也是其中一个高山应该选的啊，准布吉圈的吧。士买房就是这样。 啊，叫你接 Lascan 啊，这是 d p n 的啊，然后这个两个大厦样带动了这两个发展。就这啊，这本个本格曼高上本达逊主要是三个啦，我刚刚讲到了啊，East 本达逊、Zone 本达逊、Bebas 跟 Taman Teknologi 本达这三个。然后这条路径一经有讲到海康的咯，哎，有这个海康负责去管理这些中企业的，然后带动了这些中企业的这个科技发展。啊，就是这样。OK。 这个一定要写到了啦。然后讲，ramo 跟卡 d 两个人 security d ebdpm 抵达伊拉克干，哎呦，这个讲你 ramo 跟这个不好的，通常是不好的现象来的啦。如果啊，当时我们国家没有这个良好的规划计划，按照这个 e b 跟 d p n 你思想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样？ramo、啊、是你要预测啊，我们现在会怎样？如果我们当时政府没有实行这个两个打算，第一个。 我们当时已经够穷了吗？现在更加的穷了，对不对？他的贡献，性哪一定义？我们的收入，我们老说哪一个？不让不加呢？当时不让不加也是很少嘛，就是因为我们要提高这个就业机会，我们实行这个一比啊，DPN 哎，PM, 一个要提高就业机会，我们巴西跟墨西哥，我们啊，门伊拉干七八十万，这三个是我们最重要得到的目标嘛，是不是？所以往这三个方面去思考就好了。 卡达彭港果然定义是因为这个不让国际讲得黑咯，然后我们 economic 也是我们的 s u economic 那个的第二帮们，然后布拉波罗得黑，我们没有这个 zone i n t n a t i o n a bypass 我们外来投资者也是有限哦，不多咯，有可是不多。诶、okay,，然后我们的 economic 不阿萨甘搞我们还继续实行。 啊，这个啊，我们讲到的 economic，不是阿 sa 斯干搞我们，就是华人华人做生意，马来人做冷拉烟，印度人割胶，到现在还是一样。如果这个 DPN DPN 没有没有进行的话，然、no, 后啊，哎，婆巴多安是其中一个吗？婆巴多安也是属于 DTP。有时、okay, so, 我我要你们记一下 DPN DPN 这两个主要目的就是我们把 spk m i s i n a 啊，我们叫它 t a r 还有啊这个。 这三个方法方面你们去思考，最近都有这这这个，OK。然后我们什么？The government is not o i to e t the o v e e t 就对我们太过依还是依赖这些发展的国家，像中国啊、美国、英国啊、日本，我们没有自己的这个 t e c h n o l o g y d e v e o p 更棒了。然后开发土地也是优先，不，我们对 d e v e l o m e t e c o n o m 没有那个 field 出现了嘛？对不对？没有开拓土地，然后我们就。 就像非洲这样啊，没有什么城市的啊，然后我们这些未来要未来，第二部分我们家的放大放大要蛮久，然后怎么？Beruang orang m a l a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咯啊啊，其中一个小例子是说，我们你看，干 s a 这个股民不差嘛，他们 beruang memiliky saham 还是有限的，说买人的这个股权啊，在一些公司里面的股权还是很少。 然后我们 Hustle Export 也是都好了，才能比那不丹尼亚才叫啊，因为我们当时一独立之后呢，我们 focus 在什么呢？不丹尼亚啊，一直不丹尼亚吧，在在这个 DPM 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哎，中企业的发展嘛，是不是？如果没有这 DPM 的话，哪里可能会有这些这些工业区的发展，然后重企业的发展？我们的 technology 经济没有，我们还是在啊。 依赖着这个农业罢了。如果一个国家、哦、单单依赖农业哦，它会死得很惨。这是一个一个圈来的。哎，靠农业跟靠旅游业这两个啊国家的人呢、啊，他们如果经济问题啊，或者是像疫情的问题哦、啊，他们会受到影响最大的先。所以我们国家是要转型，就是要从我们比从一个农业国家呢，注重农业国家，我们转型转期。 我们注重这个重企业的国家，啊，就是在这个 DPN 啊、呃、所所那个要达到的目标啦，啊，不过是不是讲我们我我完全我们 focus 在这个重企业，我们没有去 focus 这个不达娘，还是有啊，我们要 balance up，、啊、因为不达娘还是有一些去提供一些啊、呃、原料的嘛，哎、啊，原料把他们大，就把这个啊，set 到本地两岸嘛。呃 所以还是很重要，这两个东西。Okay, 就是这样。我来答。OK，然后呃，我有三 K 八已经是二六二零分这个。

促进这个八度安还有 integration national，然后，然后还有什么？然后我们又讲到 dasar pendidikan kebangsaan，啊，这个在 form form four 有读到一点有的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八度讲的更加详细啦。啊，然后 laplapuran 讲到 kebangsaan，讲到党国色 cabinet。 然后又讲到巴色马来语在这个包，哎、okay?，巴色马来语是那个巴色 Elmu，然巴色的 Paduan 和马来文的重要性，哎、okay?，然后还有达萨克布克布达雅安，哎，我们的文化，我们也讲有什么达萨可以促进、加强我们的国家的文化，然后还有讲到苏干在这个包，也记得吗？想要苏干促进我们的 Paduan，啊，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part for 这一个 bug 的就是讲到卢坤的改革。哎、okay,，我们的卢坤的改革，然后每一个每一条这个卢坤的改革它的 m a x s u d 是什么？个 prinsip u 坤的改革啊，然后它的 m a x l u m a 为什么这个卢坤的改革？OK，做、so、来这个 bug 你们这个练习你们先做一下。 有道 objective 有十题的 objective 啊，哎，这个我给你们大概一个，现在是五十七四十七分啊，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啊，五分钟的时间来 try 一下这十题。 你们开了发出来，或者你到了那个发出来了，这、嗯、这种给你们看不完，看不到全部。那、啊、我先拿我的书一下。 Rahmat Talib. Ini kan raporan. Dia bongsi. Rahmat Talib. Oh, okay, okay, okay. ‫כל הפגישה עליו. ada nama. siap belum? sama semua.

Darren 说了吗？Darren out，Sudah. Okey. bagus，Okey. mau，mari kita，mau，mari kita tengok jawapan dia，ha，nombor okay, satu，gambar berikut menunjukkan perkhidmatan ferry Malaysia，apakah maklumat tetapi jawapan saya tidak pasti betul. 我们可以从,从,做从错误中学习没关系，错没关系。我最喜欢就是你们做错，<laughs> 你做对当是好啦，你做错你就知道你什么地方错嘛、啊。从个错学习。Okay, 所以说他讲这个 ferry f e r r y Malaysia，他讲 apa kah matlamat pengalaman peliharaan tersebut？为什么我们推出推出了啊？对啦，我们推广这个服务呢？ 你做过 ferry 嘛？之前啊，你去，哎，我劝你做 ferry 啊，我就去冰城啊，做 ferry。说、so, 白话讲，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题啊？是吧？这个推出这个飞行买单，为了要，是吧？你看啊，这种这种交通工具，主要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融洽。 也就是 integrasi penduduk，就是要把 integrasi 跟 penduduk，所、so, 以让他们有这个，他们可以利用这个道工具去促进他们呃的，呃怎么喉咙痛，的那、这个什么啊，uh, 互帮安，哎、就是，是 merapatkan hubungan 啊，所以这个 i n t e r a s i i n t e r a s i 就是意思是什么，merapatkan hubungan masyarakat。

不是 very good，不是吧？是 very c o o d 啦。其实 very good 的意思就什么？是什么的？就像他母语学校啊，翻译叫母语啊学校。那、啊、叫 school 啦，本地 very good 啊，用自己的母语讲华校，啊，丹闽小学，马来西亚。 以讲科三是什么？也就是每一个种族呢，他们的贝尔米 a 燃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因为这个系统文理古了哈，在这个本达贝尔米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课程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 stand a r d 的啊、呃，我们讲 curriculum，所以不同的种族呢，他们学习的这个课程也不一样，然后他们的 Google tex。 啊，也是不被热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 publicity，很大的高。哎、right.，啊，就不固定 tax 啊，如果有有 text, 你们不固定 tax，你们给 fund 都准备找答案了吗？OK，第三，那个嘛，那个 usaha kerajaan memperkasa，memperkasa perpaduan kaum，memperkasa 是加强哈，提高也是这样，啊，memperkasa 这个 perpaduan kaum 啊，我们怎样怎样加强这个 perpaduan kaum 呢？政府。 这是我们不加上讲这个 interaksi 嘛，我们就是不写马丹这个 ferry 咯。然后 p e r p a d 呢，我们可以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个 under 这个 m a g d a r i n 啊、呃，我们成立这个 jabatan perpaduan negara 啊，这个特别的 j a b a t 呃，这个 j a b a t 它的工作是什么？来，我们可以写上去一下啦哈、啊。如果你忘记，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打。这个 jabatan perpaduan negara 也就是这个 m a g d a r i n 当时哈。 所以因为这五一三事件之后啊，这个每个人、呃、他们 take over 这个政府然后他们成立这个 Japan 不把断的来去啊、呃、规划不是讲规划了不是讲我们 draft gun, 他们 draft 我们的国家的 ideology, ideology, 那该的这个、ideology, 那该的也就是我们的什么 卢坤的加热来的，啊、like so hey, uh, uh, like,，卢坤的加热。你说卢坤的加热重点就是为了要我们，哎、um, uh, okay,，我们，啊，这个、uh，啊，我我去干不排毒完。哎，第一个，才把他们排出来加热，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我我打干排排毒嘛？这是穆希的 OK，这个马吉里斯穆希的不叫青山，啊，青。 一一一个机构、啊，然后这个马杰丽慈善机构，啊，很奇怪，很奇怪啊！翻译成华语，OK，呃，OK，这个马杰丽莎她工作啊，就是要什么呢？她要呃，我们看一下哈，本来的干 g a r i s 判断，全部都 SOP，SOP SO 啦，判断什么？把几个这什么？ kaum. Seluruh kaum hayat semua negeri. integrasi negeri. Okay, 除了这两个，还有另外一两个是，第一个是蒙大翁干，啊把 o d y b o 把 y 搞我，这个，因为要么我就干刚哈门亮呢，就是因为当时如果你是呃一个政党啊，一个种族的政党，它会破坏这个哈门亮，就像五一三事件这样子。 啊，这个里 A、B AP, 搞那个种族纠纷方式出现，然后啊、呃，为了要提倡这个 integration，安达的那个州跟州之间的这个啊互帮啊，所以我们 standardize 所有的 bahimatan 啊，我们在每一个州，所以每一个州的 bahimatan 啊，我们都是一样的，你得到的服务 service 全部是一样。所以我们有了拉斯卡这个是其中一个了哈。 不行，，Raskan。这边要玩、啊、这个时间，好、啊、，one、嗯、这個是 boy 啦，这边。o、okay, k so 我先 end 掉这里，大家重新转回来，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的答案。